三次，但是今天还是完完全全就带给我全新的感受跟全新的笑点，我都很好笑，笑流眼泪。我跟观众的那个互动，然后每个演员都要想办法接住观众的那个梗，期待下一刻到底有什么惊喜冒出来。可以帮我讲话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妈她以前童年过得并不好，你居然拿我的600000给这个贱货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你是我的小啊小苹果。竟然会真的会抽到我的纸条，然后可以马上就直接讲出来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。这比电影还有那个一般的舞台剧更有戏剧张力。从小到大是你顾着我长大的，你看着我被欺凌被欺负，连太子被欺凌被欺负，从小到大你顾着我长大，我你啊啊啊！好啊，我现在就啊啊！哥哥，我的手。好，你们这些男人，走火了，走火了，我的枪走火了，哇，好痛啊，我跪下，别打到我了，啊，我跪下，超好笑，笑到喷泪，它不是一个你可以预测的，你有看过这么丑的生物吗？你想要叫科学怪人？那就叫科学怪人好不好？让他早一点面对。激动。赶快让他面对，赶快让他面对。现在跟他说清楚，你找不着老朋友，现在就叫，现在就叫。你不是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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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人。高潮。我成为人了，我成为人了。多说一点，多说一点。你的压力很大吗？你有什么想要释放的吗？生没有看过即兴剧，白活了。赶快来看，不然我陪你一起来看。我就先来看就对了。对，要来看哦。